晚的领袖歌手李克勤。
可以吗？我听不到。再说一点，随便说一点。我在那讲。对对对，说。我没有那么花的讲，闷得多的话讲。没关系，我拿开那个耳机吧。OK。哎，你好。那个大会派我上来，哎，主要是因为、哎、那个你站在中间吗？对，哎。不会。大会派我上来，主要是我从小听你的歌长大的。哦。不过像柯金老师还是非常年轻的，但是就是叫他都什么年纪出道的？没有，他说他从小就听我的歌，他的意思是从30岁开始。柯金老师其实18岁出道。对，非常年轻的嘛。对，这叫就是刚去，就是一两年之前的事情。我柯老师有爆料，其实呢，我们在举办一个餐厅经理年会之前呢，是给到在座所有我们的餐厅经理一个名单，然后请他们的挑，究竟他们喜欢哪一个表演嘉宾过来的？哦，真的吗？对，哎呦。我先想问一下，就是今天晚上全都是你们的员工，对不对？是。所以也是因为你们都喜欢我，所以我今天才能来，对不对？对。谢谢。那我就不说你大概有谁了，避免你骄傲。不敢当。我能有一个小小请求吗？啊，什么请求？其实呢，我以前呢在香港呢看过李克勤老师很多的演唱会啊，但是呢没有那么近距离，我能跟你自拍一个吗？啊，可以。老粉丝的福利好不好？要比心吗？你看现在年轻人是这样派的。柯老师啊，另外我知道你近几年其实在国内有很多的综艺节目，也都当导师，各种比赛都很多的，所以对百胜中国应该有一定的认识嘛，对吧？应该有的。我们有多少品牌啊？肯德基在哪里？金星开在哪里？当然我们还有其他品牌，我们有 Taco Bell、 老巴士，还有两个中餐的品牌，你们在哪里？哇，非常非常厉害。那个，我跟你说了，你还没有问我之前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就也不是秘密了，我家里面有两个小孩子，他差不多每一个礼拜都要吃一遍那个 KFC 的。真的，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就看足球嘛，所以看足球的时候就最好的就是啊。你们小孩最喜欢吃什么呢？炸鸡。对啊。哎，我们能不能安排大神卡给柯金老师呢？继续了啊！我们年轻人呢，留个经纪人好不好？哇，太开心了。柯老师，我们今年呢其实有一个主题的，守正创新，制胜未来。哦，其实呢，我知道你出道已经38年了，对吧？哦，30多年，对。38年，我相信呢，在整个演艺圈，其实毕竟有顺境的，有逆境的。嗯。同时呢，我们有很多的年轻的餐厅经理在做。我听说我们的餐厅经理平均年龄36岁。哦。等于说呢，你出道的时候他们还没出。OK。啊，
那能不能给我们年轻的餐厅经理，比如说你过去38年面对不同的情况，你给他们一些建议跟鼓励，好不好？其实就是说给所有的今天来的餐厅的经理有一些什么样的提议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当然在用在我身上跟你们有一点不一样，但是有一招是必须要的，对吧？跟一个好的老板对，我知道呢，柯林老师呢，其实之前呢，除了唱歌以外，也作为主持的嘛。最近也是很多的康比赛做导师。其实本身呢，我们对于我们的餐厅经理都有一个要求，是什么？提携他人成长。啊，柯林老师，能不能讲讲你提拔他人呢？有没有什么心得吗？我觉得怎么说呢？我觉得在。我不能说你们那一行，我自己的那一行，我觉得，还是不断的学习，我觉得这个永远都不会错的。还有就是好好的去把握，就是一瞬间的一个机会，如果你能够抓到的话，就是你的机会；抓不到的，就是别人的。所以我觉得还是努力工作，好好学习啊。好，谢谢。OK， 好，大家刚才听完两首歌。够不够？够！有点唱吗？红叶。你要点什么？红叶。当年，我追我老婆的时候，就靠着李克勤老师的一首歌。你老婆今天来了吗？有没有带你唱给她听吗？那这样，我们还是要不要唱几句啊？还是要不要唱几句？什么歌？那首歌叫《月半小夜曲》。当然不是我唱，我是把李克勤老师的 CD 买给他。哦，这个不一样的，下一次你学到以后，你就唱给他听啊。还行。舞台交给你吧。好的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大家。一片在山，一地望天边，虽在仍然听电视，祈求如今此诉在跳动，为何只剩下不愿留在我的天空？这晚以后，音讯隔绝，人如天上的明月。是不我拥有情如曲过止，唯有无可挽救再分别，为何只是失望填不过的哭泣？这晚没有吻别，仍在说永今想不到是寂寞，从未意会要返手，但我的心会分开，仍然被他占有。他此子言仍然是不开口，迷恋到就像明月半倚深秋。我的牵挂，我的渴望，直至以后。这晚以后，音讯隔绝。
如天上的明月，是不可拥有，情如曲过此，为能何可挽救再分别，为何只是失望，填默默的空虚，这晚夜没有吻别，仍在说永从未意会要分手，但我的心会不会黑，仍然被他占有，他似正月夜仍然是不开口，提琴独奏奏着未完满意深秋，我的只有花香，正声声祝福你。